同学们晚上好，我们开始上课了。小赛罗老师好。小赛罗老师好。今天我们来学一首古诗，望庐山瀑布。我先念一遍，你们都要给我记住了，谁要是念不出来，我就罚他去操场跑100圈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好了，都记住了没？记住了老师，我听一遍就会念了。咦，泰迦奥特曼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在上课呢，你一直在这转圈圈做什么呀？报告老师，我尿急想上厕所。那你就快去啊，还在这转来转去干嘛呀？你先把这首诗给我念一遍再去吧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，遥看瀑布，瀑布什么来着？小赛罗老师，我忘了。你这家伙上课不认真听我讲课，我罚你去操场跑100圈，马上去，不准偷懒啊。嘿嘿，终于可以出来玩了。捷德奥特曼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我们一起去打篮球吧。走开，别打扰我锻炼。那我自己去踢足球吧，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小赛罗啊，不要跟他说我偷偷踢足球没跑步，不然我可就惨了。哈哈，踢足球真好玩，可是没人陪我一起玩，太无聊了。老师，我跑完100圈了。真的吗？有没有偷懒啊？没有没有，刚才杰德都看见我有在认真跑步了。泽塔奥特曼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上课可以玩手机的吗？乖乖交出来。对不起小赛罗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好吧，你也给我去操场跑100圈再回来上课。你真的很牛。嘿嘿嘿，不就是跑100圈而已吗？这可难不倒我泽塔奥特曼，别说100圈这么少了，10000圈都没问题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聪明的小泽塔，报告小赛罗老师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。哼，泽塔和泰迦这两个家伙居然敢说谎，等下我就让诺亚奥特曼来收拾他们。好了，继续上课，大家都要好好学习。